为什么要同门相残？我死于金兰经，誓言同生共死。为什么现在只剩下我一个人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师父，北堂前辈已经入土为安了。是我，是我害死的他。徒儿欺瞒师父，大逆不道，请师父治罪。是为师太过于执着于复仇，让你为难了。愿以为杀了死弟就能够伸张正义，无愧于自己的良心。可是现在他死了，我的心情就更加沉重。到现在我才明白，冤冤相报并不能化解心中的仇恨，这会带来无尽的痛苦和伤害。可是这一切都太晚了，是我，是我害的心儿失去了父亲。原谅师姑吧，师姑言重，心儿虽然难忍丧父之痛，也没有半点埋怨师姑的意思。惭愧啊，你虽然不怪我，可是我却不能不怪自己。我活活逼死了自己的同门师弟，我西门若水，望尘侠义，死不足惜。师姑，四大长老如今只剩你一个人，你要好好保住身体，好带领我们一起重振四方门。好孩子，谢谢你，谢谢你。我发誓，师姑发誓，用我下半生的心血替你们的父亲好好照顾你们，让四方门在你们的手中发扬光大。爹，您辛苦了，孩儿给您泡了壶好茶，您喝口茶，歇会儿再练吧。我只是随便看看，没说要练。爹，难道您真是觉得这夺魂三世徒有虚名，不值得您练吗？当然不是。夺魂三世神奇奥妙，变化万千，这其中暗藏了无尽玄机。你使得第一式迷魂射破，虽然说威力强大，但离最高境界还差很远。这辟魔剑法真有这么高深莫测吗？我怎么会没有看出来呢？剑谱上没有明说，可是稍加推敲便可明白。练到最后，人即是剑，剑即是人，此乃人剑合一的最高境界。人剑合一，这只是江湖的传闻而已啊，真有这回事吗？绝对有可能，但是并非人人都可练成人剑合一，这跟修炼者自身的内力恒心有极大关系。恐怕当年李无极也无缘修成此功。这么说来，这天底下没有比您更适合修炼的人了。您要是练成了，您可就是前无古人呐。
真能练成人剑，何以我死亦无憾？您一定信他。孩儿内力不足，还想靠您的庇荫一块练。好吧，我答应你父子二人一同修炼，但是有一个条件，一个条件，只要我能做到，一百个条件我都答应你，你一定做得到。你要昭告天下武林，从此退出江湖，退出江湖，那岂不是练成了也是毫无用武之地吗？这么说，你一心一意修炼夺魂三式，为的不是钻研武学，而是拿来铲除一切，称霸武林？难道你不怕真如剑谱上所说，心念不善者修炼此功，会遭到狂风暴雨、烈火、闪电之际，死于非命吗？爹，狂风暴雨、闪电雷击，指的是四方神功合体。只要您能够助我一臂之力，我们抢先练成夺魂三式，把四方关的人全都杀掉。到那个时候，我们就没有敌手了，那天下就任我们父子呼风唤雨、欲取欲求了。你这孽障，你若再不及时回头，恐怕连我也救不了你。我练都练了，我不可能停止。要么就帮我，要么就杀了我。不是先下手杀你，他是绝不可能帮你。我一定会杀了你！你东方兄，你这是怎么了？